术水个好，古今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水哩。好朋友，咱来讲台湾人咧讲话两字会甲读做四字，读四字就是要让你好记，会刷一个话尾。古今啊，你咧讲啥？咱来比一个咧，讲话捌的，咧笑唔捌的，讲你外行外路。外行就是比较内行相对比啊，啊外行两字就听好讲完啊，咱甲读四字，后壁加一个外路，煞话尾读一句路，毋是真正一条路。咱若硬度要甲解说讲，解说叫做方式啦。古前我那捌招你研究，讲吼有一句话尾，闹气闹达，废气废达，加善加达，读一句达，我那是无在条解说，甲一句路同款。但只讲外行就好啊。踏做四字，就是要加强口气，所以不是真正一条路伫外口叫做外路，不是，是讲你建造拢迄个外行的方式，安尼叫做外行外路。啊，人若咧甲咱讲咱外行外路，有当着啊，咱来甲引引啊呐，因讲不是，不是我外行，是我做人正直。咱俗语咧讲讲土人拍得滚，所以我的人直理直路，干那看头前两字直理，咱也知影。甲人要照起工来，袂安尼以恶是说乌龙蛇道的人，讲我做人直理，直理佮兼直路，即句直路解说又完，同款是方式，同款是两字要甲读做四字，同款是要予人好记，所以讲直理就好啊。尾啊，要佮增加讲即句直路，就是国前头拄我讲，要增加印象的用途。啊，即落话，即落话拢毋是国前啊说的，拢真正伫社会上有底听人讲的哦。当然。社会有一款人，直理直路，普人拍直拳，万行甲人照起工。另外也有无同款一款人，因为上米饲百样人，就迄款用空用路的人。那即句日本时代，台伫大书店都有记载，因为日本时代人都有讲嘛，专家落去抄落去调查，安怎样解说？人较早书店都已经甲咱说明讲，用红包乌色来得到家己的目的。安尼叫做用空用路，有影来国证啊！啊，那安尼嘛，敢那头前这两句用空吹空胖嘛，安尼就解说会行。尾啊，这两字用路，我那加强口气尔，无唔对，所以国证唔再甲你说明。讲后壁这句路，唔是真正一条路，咱解说爱讲叫做方式，就是解说一个大范围的内容。这就是台湾人两字甲塔塔做四字，互你好记，加强口气的趣味性。Oh.